如果呢早上喝一杯暖乎乎又好喝的咖啡，一整天都会心情非常好，也很有精神。继续，我们要带你品尝在台北咖啡节所评鉴出来的台北市四家最优质的咖啡，一起来品尝。老板娘将新鲜咖啡豆送进磨豆机，立刻磨出了细致的咖啡粉。这间在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台北咖啡节当中，被专家评鉴与网友票选的优质咖啡厅，浓浓的咖啡香弥漫在空气里。用比利时壶所煮的咖啡，算是店里最大的特色。这个器具是从比利时直接进口，那它是一个横式的、虹吸式的煮法，横式的器具。那它呢，会全自动自己完成，那也煮出来也有保温的效果。用天平的原理，当蒸汽与水分灌进这一端时，这里的酒精灯自然关上，咖啡经过滤之后再回流，就能喝到这顶级的肯雅 AA 咖啡了。另外，这里的冰滴咖啡需经过这一个咖啡器滴8个小时，每天只能卖28杯，细致又稀有的口感晚了就喝不到。这个是冰滴咖啡，那它是唯一一个不用热水去煮的咖啡，直接用冰块冰水，然后用非常细的咖啡粉直接滴，那萃取8小时完成这样。